加倍的服务，加倍的放心。欢迎收看今天的嘉联太平健康100分，我是 Vivian。 我们都知道年度健康检查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，它可以预防我们的疾病的产生。可是目前有一个健康评鉴，对我们来讲，对政府来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。今天我们非常开心，我们邀请到嘉联太平医疗网700多位医师中的一员，也是内科专科医师杨医师到我们的现场。杨医师你好。Vivian 你好。杨医师啊，像我刚才说的，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什么样是健康评鉴？我听过 STAR 还有 HEDIS，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？好，谢谢。首先呢，我谢谢委员邀请我到这个电视台，谢谢，代表嘉联太平医疗网呢来讲这些健康方面的尝试。那顾名思义 ，STAR program 就是新兴 program。那政府呢，透过一些问卷呢，那希望病人呢到医生诊所来做一些一年一度的健康检查。那满分呢就5颗星，像我们一般去住旅行啦、都要希望住在5星级酒店。对。那透过这些东西呢，就让嘉联呢也变成5星级的医疗网，那医生呢也变成5星级的医生。这 STAR program 呢就针对65岁以上的病人。是。那 HEDIS 呢，中文简称叫做健康医疗咨询 program， 它是针对64.9以下的病人来设计。以下的病人。那基本上呢，政府呢是苦口婆心呢，在希望病人呢每年都要做一年一度的健康检查。是，那比如说这样子的评鉴，其实对我们民众来讲，除了您刚才说，因为我们就可以让就是好的医院医疗网变5星级，我们可以享受到，那对民众本身的健康，我相信也有帮助。当然了，一般呢，我们华人呢，或者说一般的病人呢，都比较不大注重身体的健康，一般的就去赚钱啊、谋生啊。但是我希望从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呢，希望病人呢每年呢都有个尝试，就是说最好在生日的时候去，除了去外面吃大餐庆祝以外呢，要给自己来一个身体检查。那这 STAR 或者 HEDIS program 呢，不管内容是怎么样子，它就是基本上就希望老百姓啊、病患啊、家人的太平医疗的会员啊，一年一度做一个检查。这个检查呢分了很多很仔细的，里面有健康的、心理的、生理的、关节的、睡眠的，通通包罗万有，让医生呢对这个病人呢做一个全面的了解。是。那政府也知道，当病人没有事情去做一个预防事情呢，很多东西呢可以提早预防，提早预防来治疗呢，这所花的费用啊，比发现有问题所花的费用会少很多，而且对病人呢愈后啊、复原啊都安全很多。所以就是很苦口婆心呢，希望病人来找医生一年一度做一个身体自己的检查。刚才杨医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议，因为健康检查其实我们常常都会忘记。你刚才说的很好，就是在自己生日的时候主动去提醒我们的医生。对、因为医生像你这样真的太忙了，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自己提醒自己，每年去做一个身体健康检查。那65岁以上跟64.9岁以下的检查也是会项目会有所不同，对不对？对，这 STAR program 跟 HEDIS program 是一个问卷还有一个项目的检查，里边分成30多项。那 AP 嘉联太平医疗网呢都设计得很好，那有部分的资料是病人需要自己填，那就自己不大会填呢，就医生会帮你忙。基本上包括什么大肠镜啊、身体啊、乳房检查等等，所以包罗万有。你只要去了医生，只要你是65岁的患者说我要做 STAR 检查，然后64.9以下的患者说我要做身体检查，目的就医生就会按照年龄来做 approach， 叫做相关的检查。OK， 谢谢杨医师，你今天来跟我们讲，其实我自己都会清楚了很多哦。那我有一个结论，就是各位观众朋友，对自己的权利千万不要让他睡着了。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杨医师到我们节目里面来，谢谢。那也希望我们继续锁定嘉联太平健康100分，有更多的单元来跟大家分享。谢谢。